老师好。二十四，谢谢你不客气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你可以帮忙吗？没问题。老师是泰国人，你也是泰国人。你上三年级，他也是上三年级。爷爷喜欢吃茶，奶奶喜欢吃茶。过场呢？好的，医疗。打到六米了。今天是几月几日？明天是几月几日？昨天是几月几日？前天是十月八日。明天是六月三十日。昨天是十二月七日。Hey, that's not true. Oh, yeah, that is true.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日？老师的生日是几月几日？爷爷的生日是几月几日？妈妈的生日是六月二十九日。朋友的生日是月一日。弟弟的生日是四月十二日，今天是星期几？明天是星期几？八月八日是星期几？I'm getting sick of this. 今天是星期六，明天是星期六，昨天是星期五，明天你要去哪里？明天我们要去哪里？明天老师要去哪里？明天我要去学校，姐姐要去吗？明天爸妈要去外婆家，你要去吗？明天我们要去动物园。他要去吗？你住在哪里？张老师住在哪里？陈先生住在哪里？我住在长春路十六。好七楼叔叔住在东华画楼。两百二十号三楼。后山住在美国
中十一号十二楼，外婆是在中国上海市九九住在民国六年，是阿姨住在泰国曼谷市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大家晚安，你好，我是阿轩老师，拜拜，谢谢老师。